人草率。Hello 啊，我输了，承让，幸福。没有同情心，不讲道理，没有原则。我等了你这么久，就等着和你下这盘棋。你说不下就不下了，是吧？你看着他我就来气。你先走吧。你该不会是想等雪后问他时光那小子的事了？肯定那小子害怕不敢来了呗。不，他不是那种临阵退缩的人。你跟时光是好朋友，你帮我问问他，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感情问题。你问什么呀？我在管他的事儿，我就不姓于。等你们效应时光再说吧。他都没参赛。我替他报名了。于亮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他那么自暴自弃，你管他干什么呀？他要是不来，北斗杯也就不是北斗杯了。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。我是在说他的棋。我觉得你还是挺在乎的。我，时光。我能帮得了这一次，我帮不了你一辈子。所以，我不差。这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你告诉我行吗？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成过我的起爆剂，从来都没有。如果是因为这个，我可以跟你道歉，行吗？我可以开个发布会向你道歉。那是不是我的原因，也是我说了算。不用，别吵。不能。不是，我不说。那你当时告诉我呀。如今呢，他遇到了问题，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，等一等他？围棋是孤独的，但是时光，他向我证明了一件事：我绝对不会放弃。他会是我一生的对手，也是因为他，甚至都让我觉得下棋好像并不孤独。围棋是两个人的项目，没有他，就没有今天的你，对吧？还有我。这是1997年你给我那块，这是我身上最贵重的一个东西，我把它送给你。我现在把它还给你，你能不能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？我设想过很多个终点，但你突然告诉我眼下就是了，接受不了。就当那是一段从未有过的时光。